九嚿水拍超期 MV， 自己有爆 FFX 衰孤雄。豁豁出去，这晚无边际，我要探索一个星系，定个定律去唱星世。在上年，香港突然弹出了三对 MKPOP 组合，正在大家都准备遗忘 MKPOP 之际，已经出道了两年的 FFX 终于推出他们的处女 MV《雪的 Baby》了。不刻意上神龟，纯礼物，无论富或清贫。他们打破个性必须要样靓声甜的常规，瞬间令大家想起 MKPOP 终于有女子组的代表。MV 推出了几日啫，已经有差不多7000个 dislike 了。有知情人士就说 ，MV 的制作团队只不过是有10个未毕业的大学生，本身大家都是纯粹谂住拎个经验啫。开头我哋报咗个50,000嘅 MV 嘅 budget 嘅，咁跟住阿 Sam 咧 buy 咗佢哋票噶啦，咁跟住但系后屘咧，阿 Sam 又唔知点解到即系好孤寒噶啦，咁到咗最后又唔知点解净系俾翻900多蚊。即係嗰晚我都喺度嘅，咁拍完個 MV 之後，我仲同佢哋即係一齊去還嘢添，即係凌晨㗎啦嗰陣觀塘。咁跟住還咗嘢嗰陣係980蚊左右啦。咁跟住即係就係得呢900多蚊咯，仲要係拍曬阿 Sam 先俾錢啊導演咁樣咯。东周网事后亦得到其中一位 MV 工作人员嘅声带，佢就透露 hea 拍 MV 唔只系因为钱少啊，仲因为 FFX 当日迟大到。咁你知化妆嘅嘢，佢哋啲妆可以攞嚟挡子弹嘅话，即系起码都化成个钟噶啦。咁佢化得一个钟，四条女加埋，我当你四个化妆师都要化一个钟啊。咁但系冇四个，可以得唔计一个定两个化妆师，所以搞下搞下咧，都好似差唔多搞到搞两个钟。他们迟到加化妆，所以搞咁迟，跟住帽布唔齐啊，又甩嘴啊，总之又剩嗰啲就 keep 住系咁 delay 咯，所以搞咁。未排过舞，又唔练好歌，就想用九嚿水拍超高质 MV， 睇嚟呢位经理人都只系想将呢班大学生嘅潜能发挥到极致嘅啫。他们的处女 MV《雪的 Baby》了，不刻意上神龟，纯礼物，无论富或清贫。他们打破个性必须要样靓声甜的常规，瞬间令大家想起 MKPOP 终于有女子组的代表。MV 推出了几日啫，已经有差不多7000个 dislike 了。有知情人士就说 ，MV 的制作团队只不过是有十个少啊，仲因为 FFX 当日迟大到。咁你知化妆嘅嘢，佢哋啲妆可以攞嚟挡子弹嘅话，即系起码都化成个钟噶啦。咁佢化得一个钟，四条女加埋，我当你四个化妆师都要化一个钟啊。咁但系冇四个，可以得唔计一个定两个化妆师，所以搞下搞下咧，都好似差唔多搞到搞两个钟。佢哋迟到加化妆，所以搞咁迟。个未毕业嘅大学生，本身大家都系纯粹谂住拎个经验啫。开头我哋报咗个50,000嘅 MV 嘅 budget 嘅，咁跟住阿 Sam 咧 buy 咗佢哋票噶啦，咁跟住但系后屘咧，阿 Sam 又唔知点解到即系好孤寒噶啦，咁到咗最后又唔知点解净系俾翻900多蚊，即系嗰晚我都喺度嘅，咁拍完个 MV 之后，我仲同佢哋即系一齐去还嘢添，即系凌晨噶啦嗰阵观塘，咁跟住还咗嘢嗰阵系980蚊左右啦，咁跟住即系就系得呢900多蚊咯，仲要系拍晒阿 Sam 先俾钱啊。导演咁样咯。东周网事后亦得到其中一位 MV 工作人员嘅声带，佢就透露 hea 拍 MV 唔只系因为钱，九嚿水拍超期 MV， 自己有爆 FFX 衰孤雄。豁豁出去，这晚无边际，我要探索一个星系，定个定律去唱星世。在上年，香港突然弹出了三对 MKPOP 组合，正在大家都准备遗忘 MKPOP 之际，已经出道了两年的 FFX 终于推出。